羊奶更营养，成长更有戏。本节目由全球羊奶销量领军者加倍艾特独家冠名播出。羊奶更营养，成长更有戏。本节目由全球羊奶销量领军者加倍艾特独家冠名播出。中国名酒精英之选，本节目由剑南春行业赞助播出。本节目由一举一动尽显大威风范的上汽大众威然 Velorin 赞助播出。开关照明选西蒙，全屋智能选西蒙，感谢西蒙电器开启智慧新生活。每周六晚八点 VIP 会员抢先看戏剧新生活，精彩快人一步。赚钱还是不赚钱？这是一个问题。我赚到了钱，但靠的可不是舞台上我最爱的那一亩三分地。他们没有赚到钱，但他们始终屹立在笔直的追光灯下。虽然阴影中也有着柴米油盐带来的烦恼，这两者究竟哪一种才是真正的遗憾？生活，没错，这就是生活。十全十美永远都只是一句祝福，一碗冬天里的热汤面只能带来片刻的满足，而呼啸不绝的北风永远会带走我们身上的温度，让你因为失去而苦恼、沮丧、懊悔，让各种负面情绪包围着你。而最可恨的是，永远不会有重来一次的机会。这让我们踟蹰，让我们不知所措，就像置身于高墙遮天蔽日的阴影之下。可我们总有办法，因为我们还有戏剧。没错，戏剧。也许我们可以通过努力让戏剧成为这道高墙上的一道裂缝。它虽然看起来不起眼，但是透过它你可以看见光。我们希望每一个人在生活中的失去、错过、遗憾，戏剧都可以还给你。我们也希望每一个因戏剧而失去、错过、遗憾的人能够在戏剧中全都找回来。还是让我们回到问题的本身吧，赚钱还是不赚钱，我们应该到现实里寻找答案。接下来你们将会看到一段被扮演的现实，这现实是被扮演的，但它无限接近于真实。这是戏剧人所处的现实。亲爱的，来来，快快快！哎呦，好久不见，小一点，小一点。哎呀，还是那么帅，还是那么帅。快快快，快坐，快坐。我就坐这儿吧，不坐这儿行？我就坐这儿吧，我岁数大。哎呀，哎，你怎么想着，怎么就觉得能来了呢？一直演两只狗嘛，就我周围的圈子特别小，就是这个演出的这只狗，就是这几个人，每天就是这几个人，已经十几年了吧。然后我想认识点新鲜的事物啊。你还不知道后边还有谁吧？不知道，不知道，完全反正这基本都是熟人啊。
乌镇，戏剧人梦想开始的地方。我现在能猜一下我都有谁吗？能猜着吗？那你猜猜看。猜猜啊。陈明昊、丁一腾、黄老师。你觉得刘小叶来不来呢？小叶老师。哇太尴尬了。我去。你俩先来吧。我天。先放。对对对对。哎呀好久不见好久不见。我俩得有就自打上次在您家里头再也没见过。哎是。很多年过去了。很多年过去了。小苏同志。你身体挺好的吧？我身体还健了。你不是您老年您还好着？坐吧，坐找您来着，你找地方坐。哎呀，你啥时候到的？昨儿来的呀，昨儿给我扣下了。你住哪儿啊？我怎么没看见你呢？都没看见，他们不让咱们看见。有熟人，你放心吧，肯定有。啊，你的熟人啊，你的好朋友啊，你的偶像啊，罗伯特·德尼罗来呀。老师，你对节目组有什么问题吗？让吃饭吗？你想吃什么呢？我都行，随便吃一口就行。我这个拿着又没法拿，我穿热，你看。哎呦我天哪！得亏我就带了这么点东西。戏剧新生活，这是俩事儿。戏剧我期待的是，我知道我期待什么，我要做一个什么样的戏呀、啊？生活，我还是觉得在家挺好的。啊，但是据说要跟他们一块住宿舍，我很担心。哎呦，好嘞，老师。哎，这你又来，这个我不认识。其实我们俩也不认识。但是我是修睿的这个忠实的粉丝。哎呦，他们的喜剧也太真诚了。哎呦，谢谢。你是东北的吧？我是黑龙江大庆的。我是沈阳。哦，那咱这节目基本就可以演二人转了。东北的很多啊，后边还有陆续东北的会到来啊。来之前是在干嘛的？来之前在家带孩子呢。就是我每天都跟他在一起，对，就我因为可能有时候工作比较忙，陪不了女儿，所以说我很珍惜跟他在一起的时间。就是我只要在家，就基本全程都会陪伴的。修睿，你为什么想来我们这节目？我是专业学表演出身，也是希望以后能够去演话剧，但是我一部都没演过，没演过话剧。对，我的好多朋友都在演，然后他们聊起来的时候，我其实挺汗颜的。我们节目组去邀请他，他就特别的想加入参与这个戏剧人这个，因为我上学的时候我学的是表演，我学的都是一样的，所以我也想去试试证明一下自己能做这个事儿。哎呀妈呀！这一看后背影就知道是谁。也太冷了，你怎么穿那么薄呢？我这屋里暖和呀。你就认识吗？哎呦，哎。咦，干嘛呀？我也要来一下，我也要来一下吗？没有。老吴，我们也熟了，我们在一块儿这个演暗恋也演了十几年。十年，嗯，来，我们也六七百场。你咋想的就来了？那我肯定得听你话呀，你叫我来，我肯定得来。他得我知道他咋来，他我叫他来他就来了。我说那来干啥呀？你就不知道。对，我也不知道。嘿，我什么都不知道，谁来我都不知道，就我不知道是来排戏呀、啊，还是来。比赛还是排小品的，还是一切都是未知，就这种感觉很少有。有时候我感觉自己是一个巨星，每天各大时尚 party 出席个不停。
青春不老，你要的可能我给不了，在那杨柳依依的地方，让叶随风而飘荡，你唱的青春歌谣在那。你来没来过我们的无间戏剧节？没有，没来过。往年其实这时候戏剧节时候，这些都是常客，都在这儿。吴斌是我们青赛的评委，他年年都在，他来这儿演过好几次戏。我四次。你来演什么呀？开膛手。冲牛，就是我在你前面得冠军的那年。你看一聊这个我就汗颜，我没有，我什么也没有，我就啊，我也没得过奖。你现在是没有机会了，你过岁数了。我们要求35岁以下。对对。我们的青春不老，你要的可能我给不了。在那最后会不给提供衣服吗？这个不一定呀。完了完了完了。他们是不是都西装革履的？是吗？你到时候看呀。就你把我弄得跟要饭的似的，我现在我自己，哎呀，我这穿着拖鞋呢，我这从深圳来的，我这刚才抓出一件毛衣，赶紧套上了。哎呦呵，全是熟人。哎，一成。黄老师好，黄老师。哎呀，嘿嘿，黄老师好。伊藤在欧洲，跟着格罗托斯基的嫡传大弟子尤基诺巴尔巴在丹麦做实验戏剧。你是怎么什么动力最后决定来这节目呢？您让我来我就来。你们这都商量好了吧？是不是？我是不是我回答错了吧？刚才对呀、啊，你都可以给过标准答案，你怎么不按照标准答案说呢？重来一下，重来一下。兄弟，你为什么来这个节目啊？啊，你让我来我就来了。你就是，都套好的词儿，你不按照词儿说、啊，你看不允许自由发挥。因为乌镇戏剧节办了7年，我年年都在。今天一来乌镇，感觉回家了一样。以前觉得要有个家，有个自己的房子。现在觉得天为被，地为床，走哪都是我的家。之前有过过集体生活吗？啊，我从小就过集体生活。我从3年级到6年级就是在体校，然后踢球，后来去了体校完以后上了艺校，艺校又是集体生活，又是5年。学舞蹈，然后艺校之后又是大学，又是集体生活，不知道待会儿会见到谁。如果碰见吴比了，我就想上去一脚飞踹，踢他屁股。你会做饭吗？会啊，小叶肯定会。黄老师在呢，谁做饭呀？黄老师做，黄老师。磊哥不一定天天在啊，天天在，在就做是吧？耶、yeah ！哎哎，来，小易，小易，小易。哎呀，黄磊老师，你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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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是小易，小易，你们谁熟？这我也不熟了，太熟了，太不熟，太不熟了，太不熟了。他是我跟我一学校的啊，你俩都是北舞的，对，我是北舞的家属，他原来小峰，原来叫小峰，小峰啊，叫刘小峰，英文名字小风流。你为什么来这个节目？这节目能让更多人知道我们这行。再重新说，不对，他们刚才给的标准答案说黄老师您邀请我们就来了，你看。哦，重新来，再一个啊！小易，你为什么来这节目？黄老师邀请我，我就来。我都不认识你，我怎么会邀请你？这是瞎扯吗？应该有8个人，7个，我给你数菜呢。少椅子，要是在最后一个来站着，对，也可能是跪着。未来要在乌镇生活一段时间，你对这段生活有什么期待吗？说实话，没什么太大的期待，我有点想回家了。现在，从此以后就叫挣钱花，钱是挣钱的钱，咱花钱的花。师傅，咱们去哪儿？乌镇。哎，孤村。乌镇。乌镇。乌镇。孤孤称帐的称，称帐的称，对，孤称。哎，这天齐，天齐，老师好。哎，欢迎你，欢迎。老师好，老师好。来，这老师好了。小刘小燕，老师好。赵小苏，丁一腾，老师好，老师好。刘小易，老师好，老师好。
找个凳子。你坐这儿，来来来，天启坐这儿。我你坐你坐这儿，你先。我在这儿，在。你先坐着，你先坐去。啊，你坐你坐坐坐坐，你坐坐坐坐坐着。对，你先坐先坐，咱俩一块儿坐着。天启是，你坐着。天启是这个，去年我们乌镇戏剧节，我就你就坐着吧，天启你坐着坐着。去年我们青赛的大奖获得者。天启为什么来这节目呢？我替他回答了啊，我邀请的他，我特别喜欢。来，送你一只小羊，你先抱着啊。哎，好，你先抱着，这样你镇定一点啊。他有点紧张的，人都齐了。我首先自我介绍一下，我是戏剧新生活发展委员会的主任啊，不要叫我黄老师了啊，黄主任。黄主任，黄主任，黄主任啊。我们呢，先提出一个特别深刻而朴实的问题：现实生活中，单纯靠戏剧，就只做舞台这件事情，能不能赚着钱？你们在座的七个人必须通过讨论和投票得出一个一致的选择。提醒一下，你们的选择将直接决定你们在节目中面临的挑战，所以请谨慎讨论和选择。你就算你他们召集人，好吧？不敢啊，不，你不敢，那是你的事了。我给你们赚钱去啊！黄老师再见，我走了，我走了啊！再见，拜拜，拜拜，拜拜，黄主任。哎，门锁上了，好像。阴森森的，我感觉。啊，放狗。你先说。哪有主席先说，得挨个说不就完？那你岁数最大，你先说，先说，你先说。从我的角度来想啊，就是如果生活当中是可以挣钱的，对吧？但是挣多是挣少不一定。反正我这么多年是靠这个一场一场演出活下来的，反正多钱可能没有，但是能活着。我觉得这还真是没戏。我你说我要挣得着，我拍戏干嘛去？就我是这么认为的。就目前这市场来，再且不说疫情，我刚看完一戏，挺悲惨的。隔俩人做一个，隔俩人做一个。疫情一定会好的，这是疫情好了，你还也就是这一千来张票，你再能挣钱，啊，你能分成多少啊？我觉得戏剧可以挣钱，但我还没挣着钱呢，所以那咋挣啊？所以就可能是跟年龄啊、资历啊。做的一些尝试啊都有关，可能积累到一定程度平衡的更好了，这个戏可能就会这个会有一些收益。那小艺老师在你这儿等于算是挣着了。小艺老师自己说挣着了。那小艺老师看齐。那现在您存款有多少？两分钟。真的是有两分钟。真的就两分钟。也有压力，我现在就是每个月花光哥花演装费，没有存款。我之前做戏，前几年是没挣到钱，他说我都卖烤串了。后来哎，终于有戏找我了，我又去了。我们小区人碰到我，哎，老板怎么不摆摊了？我说我走了，有戏了。这还挺感动。没钱干，我没觉得穷过，我也没觉得苦过。我觉得坚持很重要，反正我坚持到后来我就挣到钱了，现在挣的还可以。哟，这是能挣。能挣。我先阐述一下我的观点啊，我觉得不挣。为啥啊？咱们先有一个事儿没想明白，就是挣钱是挣多少钱，是挣大钱还是活着？活着吧，那不叫挣钱。我凭啥活着？我学费都比九年义务教育高，我大学16500舞蹈学院学费，那时候是不是16500？正常大学多少钱？6000。我6岁唱歌，9岁我进戏班子唱戏了，对吧？那个苦不是一般人受得了的。9岁红，我凭啥就我混完一圈，最后我落一活着？那我干啥？我出一扛大包就好不好呢？前年年底，去年年初，团队疫情发不出来钱，后来实在是撑不住了，就不发了，就把公司解散了。我们今年。我自己的团队又重新组了，重组以后，疫情我们都差点放弃了。
就等于刚重组就有疫情了吧？对，嗯，然后又从北五环搬到了延庆，更远八达岭以外，我又租了个院子，把雕木的设备又全部搬到那边去了，嗯，又重新开始。他说这特别现实，我们演员排练一天200块钱一天，有一天装台，晚上来两个工人拆台，问他一天拆的台多少钱，300块钱。大剧院一天才80还50，就排练费。同样是工人的事儿啊，我听说有俩拍戏现场的场工，说这女演员不能在现场上厕所，她必须得回酒店上厕所，去一趟1个半小时，再回来又是1个小时。人家俩工人就说，探讨，我听着还挺酸的很的，说哥们儿，人家上厕所挣的钱比你一年多，真的。所以说我就说咱是赚活着还是赚大钱，如果活着干啥都能活着，没必要干这行。那咱聊就是赚大钱，能不能赚大钱？我觉得最有发言权的是修睿，来吧。我觉得能挣着钱。他除了能挣着钱之外，他应该能挣着钱，他应该赚的更多。我挺矛盾的，我不想当喜剧人。我只说我自己的经历，只有乌镇这一次，我感觉到挣着钱了。就之前来说，演一场，200块钱、100块钱，排练费50块钱。应该不算赚着钱了，因为我觉得那些钱不够我吃饭，就是一天的饭也不够太够我吃饭。啊，但是乌镇那次，我花时间最后用奖金一除，我感觉哎，其实我除了能吃饭，我还能买东西了。我感觉这个对我来说是赚钱了，啊，但是不能每年都天天有这事儿。你们不饿吗？咱就这个问题是表决一轮吧，能行不能？可以表决，没问题。认为戏剧能挣钱的，请举手。哎，意见不统一，很不统一。我觉得有点十二公民的意思。是这意思，是吧？是这意思。我觉得戏剧这事本身就跟钱啊和名一点关系都没有，咱当时干的不都是爱吗？所以其实他这命题，他就是一个伪命题。对了，掉坑里了。我刚才就想，这问题不该这么问。那咱怎么统一一下，认不认为是伪命题？我举手表决。这题就是一坑。咱既然觉得这是个坑，我觉得咱可以讨论一下后面会有什么样的结果。所以咱先统一一下思想，赚钱对我们有利还是不赚钱对我们有利？挣钱挣不着，我觉得还是选挣不着钱。这样呢，挣不着钱有补贴。你说现在挣不着钱，他不给你钱了。哦，你要说能挣着钱，那花给你一堆钱啊，你懂我的意思吧？说一下我们可能后面的走向啊，在节目里的什么？他老是综艺的思维，对他老是。我觉得同意比哥干，万一是能挣钱，哗给你付了。听先听主席，对对对，主任，对对对，主席，主席，说我紧张。主要是我难受在于，他赚钱，我为什么不想干他呢？我觉得拍电影还好一点吧，我也不知道这次为什么要找我过来。2016年自己弄了一个小机构招学生，就招来了一个，然后我就教，一个月相当于有3000块钱的工作吧。在教这一个过程当中，认识了一个女孩，她去孕检的时候。然后就检出来2个，然后当时我拿这个报告，我说我去上趟厕所，我在厕所哭得很难过，我觉得啊那个哭得很复杂啊，我就感觉这两个小生命是我带来的，然后呢，我不知道如何是好，然后我又喜欢又觉得很反正紧张了，就哭，然后回来一抹眼泪，我就跟他说没事，我说那我明天去面别的工作或什么。我明白了，明白了。他想投否，那咱们整，所有人都那我们就都投否，一样，就是都不挣钱就完了呗。那不行啊，您觉得挣钱？哪有那么多万一？这干就完了。刚才意见不是不统一吗？有谁愿意改变想法？咱写条的行不行？往这放去。行，来吧，可以。人那纸都给咱了，来，别举手。哎呦，你抠！你怎么的？你怎么的？磨磨唧唧的我。揉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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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我那揉，我这也不用看了，这一票能挣钱，好吧？能挣钱，能挣钱，能挣钱，能挣钱。不能挣不了钱，挣不了钱。谁花这么小一叉，这太没勇气了。挣不了钱，哎，两票，两票。说吧，谁是谁？赶快站出来！这俩人，我问你，赶紧吧，耽误大家吃饭。这俩人是谁？赵苏，你抠抠搜搜在这两笔，我看着了，就是我写了一叉，但是还有一叉呢，一定是他。不是不是，你看我是这个小的纸，咱可以比一下。这样，咱别让人看笑话，戏剧人坦诚一点，你就先说你为什么是叉吧。我选择尊重他，知道吗？你咋回事？还一个，那个是有人撒谎了，就是他。你搁这玩我们，就你俩啊？不说了，我同意，能的什么？能吗？你关键你觉得能吗？我觉得你都说能了。我愿意。我觉得老师说的很对，就吃饭。太饿了，我以为你的观点。他是一语双关，吃饭很重要。好吧，哥们儿，能挣钱的请举手。全票通过。还有万举。找黄主任去。找黄主任。把黄主任找来。吃饭了。我在后边坐半天了，同意了是吗？同意，同意，同意。别跟我说啊，你偷偷告诉我，就怎么着？能挣？呵，真的假的呀？啊，就你们这样的，我不信。你们只要一统一，这个节目就算正式拉开帷幕了。这个节目目前的经费是有点紧张，整体来讲就是没有经费。太紧张，太紧张，太困难了，太困难了。但没经费没关系，有我呀。我呢，其实已经想好了办法了，就附近有一个企业，是一个就是养鸡场。养鸡？我们喜欢。你喜欢养鸡场？我们喜欢。你也喜欢养鸡场？你也喜欢对不对？我知道，我了解你。你我不知道，我不了解。不熟，我不能说出来。对。企业呢，人家有一个周年的一个厂庆，来好多小孩儿，咱们就给人家排一个小小的一独幕剧，什么小戏那种，三天以后就演，弄得好。人家一点头说可以，啪把钱拨给我，啊，我一分不留，交给你们，你们吃的用的呀，排戏的呀都有了，这就是你们的起步经费了。节目组呢不会再给你们任何钱，以后的生活经费和这个戏剧研发费用啊都从这笔钱里出。这地儿呢反正就都归你们，然后你们就是加班排排戏呗，酒店我都给你们退了啊。行李我给你们搁门口了，一会儿你们能找着。我得先上养鸡场把合同签了。行李来了。可是盒饭来了哈，行，谢谢啊，谢谢啊，行吧，那你们就好好享受这段戏剧新生活，好吧？谢谢，谢谢主任。好的，必须啊。行了，就这样吧，拜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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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饭有饭，我觉得挣钱以后先要想办法赶上伙食。没问题，没桌啊，没桌。我感觉这床禁不住啊，那怎么？您这方法挺好的。这搁宿舍喝酒不就这么喝吗？盆一扣就开喝。来之前特别焦虑。焦虑啥？没录过，我也没录过。你像平时做导演，老观察别人，就突然一下感觉一 N 堆机器观察你，浑身都不自在。这又咋？你又这又干啥？你咋了？这又天太冷了，跳跳。你这家伙一般神经病似的，光脚丫穿拖鞋，完了光脚丫跳，你这。哎，好轻盈啊！哎呦，你看你刚才那两下，对，别看200斤，是不是？哒哒哒哒哒哒哒，对，哒哒哒哒哒哒哒。我今天没太听明白，他是主要是给孩子演，还是咱们给养鸡场干年会？请问，是要排一个给养鸡场干年会吗？是年会，人说了啊，养鸡场干年会，有家长有孩子，
反正上来啊是这样的，咱可啥都没有。对，饭都先要来的，咱可以照啊。道具我来解决，我做道具。其实我觉得可以。我觉得呀、啊，去养鸡场看看，采采风。这就对啊，鸡是什么？鸡是一种有肉冠的家禽，头顶上有一片肉冠，下颚有一片或两片肉髯，其翅短而圆，其羽呈镰刀状，其尾呈阶梯形分布。我本人大概只知道六种野生公鸡，班基夫的野生公鸡又叫卡金图鸡，分布在喜马拉雅山麓，其印度全境都能看得见。爪哇，我们则看到一种叫宗奈拉特鸡。哇塞，它分布在爪哇群岛的龙目岛、松巴巴岛和费洛勒斯岛。哎呦我去，这什么呀？这个鸡呀、啊！哎，上来你爸往这一站，咱们一帮人跟二傻子的。哥，啥是鸡呀、啊？你叭叭叭就来一句，厂长就有了，这看着挺像厂长。然后咱顺着他这个，你最后抛出一问题来，或者是一什么的，然后呢，咱可以就进那个放飞所谓的什么想象力，咱一帮人叽叽喳喳的。然后呢，问题好似有个结论，咱一唱一跳，最后完事儿。巴扎黑，拍完了呗，是吧？拍完了，好睡觉吧。胡比老师，你女儿有没有特别喜欢的故事？她就特别喜欢一钓鱼的故事。什么故事？一个钓鱼的故事。老师们，你们听过卡梅拉的故事吗？没有，卡梅隆，我听卡梅拉。我女儿她喜欢卡梅拉的故事。你孩子挺大的了，老师。四岁。哦，你孩子都四岁了。哦，你都当爹了。嗯。我天哪！我讲讲。卡梅拉是一个小鸡，它呢。小时候就告诉爸爸妈妈说我想见大海，然后爸爸妈妈说你先搞清楚你的身份，你是一只鸡，你就老老实实的下蛋。然后呢，他很讨厌下蛋，因为很多人告诉他下蛋很疼。然后呢，他又想看大海。在鸡舍里边有一个大鸟叫佩罗，它翅膀很大，然后他就去问佩罗说大海长什么样子，然后佩罗就告诉他大海太危险了，不能去，大海里有大章鱼有大鲨鱼，很危险。他就问你去见过大海没有，佩罗就说当然见过了，然后但是他说的都是谎话，就只有一个章鱼是真的，就后边说的都是乱七八糟，根本就没有的，就是从第三视角观众来看一听就是胡扯的，什么恐龙也往里扔了啊。然后呢他也不害怕，然后突然间有一天睡觉的鸡舍里边人都说你赶紧睡觉吧，明天就要教你怎么下蛋了啊，虽然很疼但是要教你了。他说我就要去看大海。然后呢他就背起行囊自己走了，然后走的时候呢就爬山涉水，然后最后就见到大海了之后很开心，然后海边有个木筏子，就在那儿滑呀滑滑呀滑，然后滑得很开心。这个时候突然之间海上没有光的时候，他突然间发现如果没有光的话很吓人，海上一点光都没有了。然后他就在筏子上一直叫妈妈叫爸爸想回家，但是也没办法回，他很冷很饿，然后就一个人飘着。突然间早上起来的时候有一个船的鸣笛声把他给叫醒了，他一睁眼是哥伦布的一艘船。哦，他就把故事跟现实真实世界给结合了一下。哥伦布就是说把这小鸡给我抓上来，然后大家准备吃他的时候他说不不不，我他说你不能杀我，为什么不能杀你？他说因为我能下蛋啊。然后这个时候黑能又闪回。这是一个故事。这故事挺有意思的。我知道他为什么能得冠军了。不是。其实你看他讲那半天，其实有些地方特感动。这东西能做特狠，说白了讲了一个为了理想的拼搏的一事儿嘛。对，他很会讲这种淡淡的，他不作。他讲故事方式他不作，他不用大情感去渲染。平铺直叙。我有一个建议啊。既然是创作过程，咱们七个人在一起嘛，商量来商量去，然后咱们又刚认识，肯定都顾及面子嘛。那么，比如说我们就一个人负责。我觉得这故事啊是天齐的，天齐的就是这节目的导演。对。别，没事，对，我不是成，就这么定了，同意。你记住了啊，只有你有决定权。对。其他的人只有建议权。不是，这是不是节目组安排的让你们这样弄？没有任何人安排。我们在座的所有人大家都有自己所谓的戏剧观，
都有自己对舞台的理解，对吧？这事儿就没法掰扯了。但是有一点是最重要，就是我们大家都是演员，咱都起码有一点都知道，咱们都得听导演的，对对吧？你做这个故事，我们就听你的，我们可以给建议，但是你记住了啊，你一定要为你自己的作品负责。我不太会做导演，我那个戏当导演是因为我请不来导演。没，我觉得挺好的，因为我看过他。这样着啥急？我就人生总有第一次，挺好挺好。万一砸了，别怪我。不会，但是你有一点你一定要记住啊，就是你的事儿你做主，不要碍于任何人。没错。需要啥道具跟我说。那孩子天极是有灵气儿，总是也赏饭吃。他不像一个孩子会讲出来的故事。卡梅拉是这个主要角色，卡梅拉的爸爸妈妈给他。爸爸妈妈告诉他，鸡生下来就是要生蛋。其实他就是简单，他那个单纯的东西，他讲那故事，他就是很动人，不渲染，不那样，哎、对他没有任何活。就我就在那，我都没看他，我就听着，我靠，有一段差点眼泪掉下来，我就说，哎呦喂，我就真知道他为什么得的奖。你说就他这么讲故事，他说白了剧本朗读，他坐那儿讲也比你讲强，比你强，肯定比你，反正肯定比你强。你讲肯定怎么讲？哎，就有一个鸡，对吧？什么什么，他想去海里看一看，到海里碰见了一艘船，哇，哥伦布的大船，一把把我锁了上去，走，哇，再来一原场，哎呀，是吧？真的是上了船以后，你要宰我，要杀我，哎呀，一个大花脸，电视剧演员，后边的，我订了点串儿，我去取餐了，可以吗？小丁，你跟我去取餐吗？哎，走。喂，你好。我还不是太适应这里边的感觉。哪里边的感觉？那里边。还在适应。大家都在适应，是吧？在适应。我的方法就是逃避，订个串啊，出来溜一圈就是逃。我看我跟您这方法差不多了，我归队了我。啊。这个我跟你说，他呀边边角角的演个轮船什么的，就差这个表演不行。不是轮船好像真的得演。听说过什么叫庸俗现实主义吗？说就是他，简直那表演不堪入目，也不知道导演组为什么选他。你知道为什么选你吗，小苏？你聊你的，我跟你们说呀，是这样的啊，你聊你的。演员最重要的特质是什么？特质什么？真挚，对吧？哎，你们把那个镜头放大。怼着他的脸，拍他的眼睛，你看看这个人。我觉得你这个故事本身，他起码好好做能弄一及格。对对对，他基本上这个人要阐述一个什么的时候，他不可能嘴企鹅。这个事儿我跟你说要怎么，这种微表情就代表着不真诚。你自己看，咱做戏，包括咱们就是做戏，其实也是一梦想的事儿。看见了吗？这就是，其实都不用我说。观众的眼睛是雪亮的，真是不近呐、啊，这，哎，咱逃避有点太远了吧？不远，其实是因为走得慢。我有点想家了，我天哪！为什么呢？不知道，出来太久了，可能。就你来做这节目的初衷是什么？现在我感觉把每个任务给做好吧。如果说我的现在的目的啊，就是说通过。节目，去让更多人知道什么是话剧就行了。那我的目的来这是为了以后去招生的时候大家能知道。没问题，一点问题没有。对，我也不可能做完这戏，帮我以后好做道具去，跟小峰似的。哎，那怎么看不起我们做道具？别听他俩，他俩都戏游子。你还不会演戏呢，我告诉廖小艺。还我们戏游的，对你别说我，你台词都说不是不得别人八百标本美国，你来一个，我不干演员，你没做演员，哎，真好玩，现在真好玩，是谁呀、啊？这是谁？那是我做演员，我后来不演戏。修睿是睡了，修睿刚才一直闭眼。修啊 ，Siri， 吃串了，嗯。没有，等串呢？等串了是吧？嗯，我眯一会儿，眯一会儿。叮叮叮叮，睡了吗？开饭。掌中宝，烤的不错嘛。我跟你说，
跟山子最早演戏是我，我俩07年、08年时候，北京当时有一剧团啊，纯草台班子。如何在一个面包车里把所有设备塞？没错，连演员带设备，我们一起下乡演出。到他们那村里，我告诉你，整个没人看。我现在都记得，叫1998国际青年剧团。哎妈！哎哎哎哎，没事儿，我这在乌镇来拍来了，拍这个真人秀，拍的不是太适应感觉，然后就特想回家。在剧场里平时都自己说的算，什么事儿都到这儿，好多事儿连话都插不上，就有一种挺落寞的一个感觉吧，也没有什么人罩着我那感觉。他们这真人秀就是，他们这无时无刻不在拍，现在也在拍。他现在，你知道我们那阵相声演出最重要一个环节干嘛？陪他们喝酒。进去啥事不说，光光先杀两头羊，一头羊3000块。咱得给人结账。那3000怎么结呀？剧团结呀。他剧团应该是一场能拿2万块钱。求求你叫醒我，带我去远方，这里的空气干燥，还时常得戴口罩，求求你带着我离开这地方。我最多一天啊，哎，刘烨，你不演2场4场？ 我也是连着演不休息，一天4场，干12场了。我记得那回演出演完了以后，我躺床上，比如我9点钟睡觉，我再一睁眼10点，我说我睡这么长时间，睡了1个小时，睡了整整24小时，25个小时，人就晕过去了，躺着。我现在都记得戏叫什么名字，听起来都想笑，叫校园警钟。没有人懂我的悲伤，更不会有人欣赏。哎，我看这有啥呢？你没有？那里边水都有。你干嘛？没有，我找地儿弹个吉他，待会儿。那咱俩一块儿回去吧。你在北京吗？我到处跑，不是河南人，但家住在天津。住在天津？为什么家在天津？我大学在天津工业大学上，学的表演专业。表演专业啊，不太权威。你是中央戏剧学院的？对，我是导演系。我看您是博士了都，对吧？对，我是博士，今年博3了。哦，挺厉害，我挺佩服这一直读的很长时间书。就是也是家里有这要求，我妈就是一个医学的博士，所以她就要求我，你要想做戏，你就必须得有学历。明白，家里会在乎这个东西。喝了睡吧，结束了，诸位洗漱一下，好吧？我要飞，我要飞，难道你不知道我要飞？我要飞，我要飞，难道谁能拦得住我飞？我的眼睛里有方向，可我为什么老想睡？我的双臂是翅膀，可我为什么就是累？飞呀飞，飞呀飞，难道你不知道我要飞？飞呀飞，飞呀飞，难道谁能拦得住我飞？睡得真迷糊，这是第一次在戏剧新生活的清晨醒来。早，早安。
早安。穿点衣服，别着凉了。哟，假装真镇定。Morning。喊山形是吧？哗，这样的。嗯，我叫他起来吧。不用叫他，没事，让他自己缓缓。咱们不行，咱们就先撤。去晚的早饭就没有了。哎，你说他这个小易这个，哇，这磨咖啡呢？这个太棒了，太讲究了，太讲究了。来点音乐，可以。Good morning， 咖啡音乐。你看他的小设备一样接一样，排练用的。来劲来劲，开大点声可以。When I think back to that morning in Queenstown, my heart starts to ache. Sitting in the shade of the higher car. 就是醒了。昨晚上看您这音效配的，哇，这大家都一会儿都得问问您来。哟，这修老师，修老师，哟，呵，修老师害羞了。修老师那个憨太厉害，我昨天晚上半夜过来，小丁叫我，我就明白了，我就过来。肖老师，肖老师，肖老师一起，我说我帮你把电扇往后挪点儿。肖老师说，哦好。我在他边上，我什么都没听着。哎，跟大家分享一个好消息，我忙活一宿，我找着地儿了。嗯，八星级大酒店，咱往那儿溜达瞅一眼，就对，就很近。我绝对不会让你们失望的，真的很好。哎，你瞧瞧这，嚯，这小院怎么样？太棒了，向往的生活，比向往生活强。从进的小竹门开始，就是你们地儿了啊。这球案子、篮球框，院里各种菜，菜可以吃啊。这开始之前，站的这点到这儿来，咱们一块来个仪式啊。啊，咱们把这牌子借了去。来，戏剧新生活啊，录制顺利啊，来，大家开心愉快地度过这段时光。来，一二三，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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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哎，嘿，嘿，戏剧公社，好了啊，你们就在这儿了啊。我先来参观一下，来来来来，这个院里边将来你们玩啊啥的，反正大家都可以在这边。你看看，哎呦呦呦呦，这个可以用的吗？这可以用，咱必须的，必须可以用。烤炉挺有意思。来来来来，屋里请。我跟你讲，你们进来一看就绝对好。我给大家介绍一下啊，这个小屋，客厅，感觉像在台上吧，像一景。是的。来来，这边这地儿大了，楼上请。来来来来，就想看看床，没问题。宿舍啊，正经小床啊，一人一张。看床垫怎么样？还挺紧实。太好太好啊！你们到时候自己谁睡哪儿，你们自己分。反正修睿这样，修睿最后一选。不，我你们说我睡哪儿，我就听就完事儿。啊，这是俩卧室，还有地儿呢，这才是一部分。走，咱们楼下瞅一眼啊。先看这儿，从现在开始，你们要想自己做点吃的，自己做点炖点东西，烤东西，你们都会做饭啊？啊，就有灶啊，就有灶，日常的生活用品啊，这都有。添什么你们就自己想办法自己弄就完了啊。啊，这边还有一个区域，在这边还要看一下，这是一工作间，你们要做点什么小玩意儿啊？操作台，小易的家。小叶家啊，各种家务事都有，好吧？将来需要什么可以再添，这也可以大家开个会什么的，有会议桌，是不是还行？这环境啊，太好了，一下到天堂了。就参观完了，
我呢给大家准备一大礼包，这个呢是全球羊奶销量的领军者加倍艾特羊奶粉给各位准备的一个叫生活大礼包。加倍艾特奶粉将和大家一起开启戏剧新生活。这里都有啥呀？关键你瞅瞅吧。哎呦，还有手电，杯子是吧？杯子，还有帽子，然后这充电宝吗？这是？哎呦，太好了！奶粉，这太贴心了吧？这个，就这个啊，加倍艾特，对我太熟悉这个了。加倍艾特，它是个羊奶粉，我女儿就喝这个。这个羊奶粉啊，这真是给这个孩子营养的更好选择。我女儿3岁3个月了，她就是这个抵抗力啊、发育能力啊，就喝这个都特别的好。我谢谢加倍艾特，我谢谢他，我也谢谢他，这我真谢谢。我也得说几句啊，有几句难听的话，有几句难听的话啊，对，不是很难听，还可以。第一，这房子呢是有房租的。哎，知道，我不好意思啊，这是。但是也没办法、啊，一点没看出来啊，没看出来，没看出来。今儿是30号，11月30号，从明儿12月1号开始，这儿呢收点房租，因为这确实我们跟人租的，这个房租呢就2000一个月，到时候按月交不上呢，他们也真赶人走啊，就又回大礼堂了，那边床铺给你们都留着。还有一个呢，就是我是发展委员会的主任，我只抓经济的是吧？我们还有个艺术委员会。你们排好的东西要演之前，艺术委员会点头了，觉得这可以了，你就可以演。就跟咱们单位院办审查是一样的，哎，他要不通过，咱也没辙。2号艺术委员会主任也来了，给大家把把关的。所以你们这两天抓紧时间啊，把戏排出来啊。然后我就先回去一趟，要走了，我就走了啊，是，我去找钱去。但是你别忘了排戏啊。哎，好啊，他们有准备早餐吗？原则上呢，一直到12月3号首次公演之前，啊，我们还是管饭的，啊，3号以后自负盈亏了。我走了，我不跟你们这扯了。王老师再见，一路平安啊。哎呀，他一走，咱也没招没落的。咱这样吧，咱先去把东西取东西取过来呗。来，行李吧。戏剧公社，最后这是不是就成景点了？哎呀，顺点顺点。我睡你边上行吗？行啊。要不我睡你边上。好的。休息睡在哪儿？不知道呢。他肯定睡那边了。他睡那边吧。他在这儿。好，入座吧。啊，行行好。哇，啊，终于没有修睿了。刘小叶这是。啊，真的假的？这箱子都在底下的。那边是谁？剩的就你们仨呀，你呀，小苏啊，修睿。你挨着修睿吧。我晚上要把床垫搬这儿来。你呀，啊，离他近点，你好推他。真的，我应该牵根绳在他手上，这时候在我这儿，靠谱啊，就这么定了。给我划分到哪儿了？我们三在这儿，那屋已经被他们占领了，是吧？霸占了，已经区别开了，是吧？娇绝没这个意思。你们不要以为在那边我就影响不到你们，我就在这儿看着他们。就是我建议啊，你睡边上，这还有点小隔断。得了吧，这都共振，全反过来。交床前听从我们的建议了吗？还你建议？无比，我们开个会吧。开会。咱都知道生活方面咱都会啥，因为咱要在一起生活2个月嘛。嗯。对吧？修，你会做饭吗？会，我也能做点。他也能做，我也还凑合。谁觉得自己做饭贼好吃的？他，我，你，修呢？你觉得你做饭怎么样？我还行，我样数多点，还能变化变化。那就这样了，做饭呢，咱就看着接着谁想做，再反正咱几个就来。咱不仅仅是要活下去，咱还得有点品质。品质，比如说，哎，我就喜欢吃排骨，但我不会做，谁会咱研究一下，是吧？再一个，咱可能得考虑收入这个问题。现在吧，咱是没钱，嗯。咱尽量别去花自个儿钱，因为毕竟还没落着钱呢，咱也别掏出去，好不好？
咱上午呢可以就反正暂时先自由活动，看看河沟里有没有鱼啊，周围有什么，对，周围有点什么能跟人借的呀，可以先借借。食材是不是得买点？不买，搁这薅，就只有大白菜。没事，这里所有的菜，这景区里全有，都可以薅。咱们是不是得安排一下去趟超市？怎么都得去，你不花再不花自己钱，你得花回。没事，我先去。你们需要什么东西，你跟我去吧，好吧？行，我出钱，我做综艺，我有钱。什么时候排练？得有些训练时间，创作时间、排练时间，咱有规定。三号要演，二号艺委会不是来审查吗？所以这两天就没有，就今天和明天就两天，没有训练时间就得排。对，我觉得呀，排练就是咱每天都下午开始。我建议是不用剧本，中间哪天觉得怎么着的，咱大家商量，然后天齐排板。别我排板了，大家一块儿定吧，好吧？你导演，你拿出来导演的意思，拿点劲儿的，上点劲儿。咱们的服装是咱们。到时候还就那么着，服装，我觉得咱就穿咱自个儿的衣服，然后呢，身上可以加点元素。我下午找点东西回来改造改造。嗯，没问题，没别的了吧？就这样，走了。走，小苏，买东西。谁跟我去找点道具，捡点垃圾。你演戏去，靠捡的都。我在想，要不要先把本子弄出来？要不然咱俩在这儿把本弄一弄是吧？行，咱们往那边。天天需要我，你跟我说啊。好嘞，没事，你先忙自个儿，没事。做戏剧的人总是一个人狼狈，站在舞台上孤单的不知道问谁，好不容易找了个地方排练，门卫叫我九点半拉灯走人，不知道为何我坚持到今天。来我大你来点便宜顶饱的。哎，师傅，你的桶还用吗？哥伦布，他那故事有一人哥伦布。这挺机关，这机关，做机尾，我觉得这不错。嘿，像老板，我还那问题您没回答我呢。您知道什么是戏剧吗？戏剧我知道。您自己有机会愿意花钱去看话剧吗？有时间的话也不一定的，因为这个东西人这个东西说不清楚的，心血来潮嘛，什么都高兴的，对不对？啊、哦，话剧要演成什么样？您觉得您愿意去看看呢？话剧这个东西嘛，从小到大好像没经历过了这种东西的。明白。这无损、啊，那拔一颗，拔一颗，拔一颗。这是卷心菜，哦，手撕包菜。对对对对对，来一颗。太不容易了，别把菜压坏了，别使劲挤这菜呀，这样斜放，斜活了吗？掉不了，走吧。戏剧信圣花，哎，不能把俩小孩扔家里头。别老在我这晃，我老感觉要这是中点线似的。一腿儿，小丁。看看我们都采摘什么？我的老天呀，从哪儿摘的呀？菜地，给你鸡尾，这是鸡尾吧？我刚才也找了点，我发现这个也挺合适的，这也行，这个是吧？这也行，铃子是吧？铃子，对对。开锅做饭，咱做什么呀？不是乱炖吧？要做？对呀、啊，那菜叶子什么的，是吧？这铁锅全是锈，没有肉，有肉有肉，咱那儿有。哦哦，练一下锅，我去弄点柴火。哎，早会洗菜，姑娘洗洗。这个锅型，米饭是硬点吃软点的吧？都行，看大家了。弄点纸来引点火。乌北老师这块行吗？行，好。这生火这玩意儿没干过。我小时候就爱生火。小时候家里是灶坑，也是但不知道怎么生的。你还真行。我姥姥家小时候就。他不是有那个吗？那风箱。现在都没有。嘿，小燕老师啊，看，闻一闻。哎呦，你有点意思。这是人家老板本来买了块猪肉，红烧着贼香，然后说有一块肉肥，正让我给切了。一会儿整大块啊？那必须的呀，因为要炖嘛，小块都没了就。葱爆了啊？不，最后放是吗？你这当然不弄糊了吗？
土豆放吗？土豆放。嚯，还行。还是咱们一块儿快。黄老师还是厉害啊。怎么着？向往生活，他自个儿玩一圈儿，谁也别进来。哇哦，虽说照黄老师差十倍吧，但是也还差不多。这马屁拍的，哎，这么吧，咱们上外头坐会儿呗。走呗。看什么呢？这么高兴，给我看一眼。我女儿。你们家暖暖太可爱了，难怪你是个女儿奴啊！你怎么养这么省心又可爱的娃呢？宝宝口粮选的好，我女儿特别喜欢喝这个加贝艾特羊奶粉。首先生长发育好，我们就省心嘛。羊奶粉真的是给这个孩子营养的更好选择，我推荐你女儿也可以试试。这个可以有。这小伙越炖越小，半个小时吧，排练去吧。走。这个主角呢就是小兰，吴比老师不是他那个作品里边那叫小兰吗？哦。谁演小兰？天津，你怎么分的角色呀？我当时没想，我也不了解各位。那我觉得你就来，我觉得天齐合适。其实我要说吧，其实小兰戏份很重，我是想让修睿老师来，因为是小孩看的话，他比较有喜感。但我这大胡子拉碴的，我这，那你们艺术线那个得刮了呀？不是，我就我要演的话，他那个状态就是。啊，这咱一会儿来吧，咱一会儿试来，没事儿。是，反正我不觉得，我还觉得像什么凶狠点的，或者大鸟啊，我还行。大海鸟，我不知道谁演大海鸟合适。大海鸟和，哎，这事儿多着呢，以后不光这一个，你就去玩吧。没事，听你的，你说怎么合适就怎么来。好吧，你定吧，你就指，你就是你是谁，你是谁？大海鸟还有别的角色，我想想。我觉得天齐肯定还是留点压力的，因为他可能比较小，然后可能做戏做的少。我觉得他可能还需要一点时间跟大家去磨合。现在咱们这么定吧，哎，爸爸，和哥伦布，妈妈，季老师，小兰的孩子，未来的孩子。您就是那个来福大海鸟，我演小兰的朋友皮皮。第一个出场的应该是管理员，对，管理员先来一个 solo。哎，对，那就您吧。大家来到机场，我说的机场是机场，不是机场，是机不是是机场，不是机场。下边该出现一群小鸡，那就咱们都上。行，都上啊、嗯！母鸡们，让我们骄傲的下蛋吧。对，咱得上。啥音乐呢？那小他一边弹一边就来，来个四个八拍就够了。咱从底下上一下，在他最后一句词我们就得往上走了。对对对，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二二三四五六七八，三二三四五六七八，四二三四五六七八。来吧，母鸡们，深呼吸，下蛋。啊下蛋！哎，下蛋！我不会。我们是不是一起回应他一下？我不会，我们所有人。音乐停，对，咔，停一下。母鸡下蛋，天经地义，是不是？你们就知道下蛋，你们不知道出去看看吗？看什么？有什么可看的？我得有理由啊。我不下的理由为什么抵抗？首先我怕疼，疼不是理由，怕除了怕疼之外，我觉得我不想像你们一样，我有我的追求。我觉得不用说他为什么不下蛋，你直接演你去看大海，所有的人都知道，他是因为不想下蛋，不是因为自己下不了蛋才看不起下蛋。他害怕一旦进入下蛋的这个程序了之后啊，就出不去了。啊，他是这么个事儿。其实这代表的一什么事儿啊？下蛋就朝九晚五，对吧？大海是诗跟远方，大家都认为的生活。完了，往下延，你就这海鸥，能不能给我讲一个？再讲讲这大海的故事，我觉得能捋过来。鸡为什么非得下蛋啊？你见过大海？没有。大海可美。大海深吗？特别深，大概有20米。大海大，大，比
这个屋子还要大。大海上面有蓝色的白云，还有很多很多会飞的小鸟，它们在自由地飞，飞得很高很高。海里还有很多可爱的小鱼，还在窜来窜去。五比，锅里菜炖糊了。咱今天在这第一顿饭啊，形式感走得强一点。导演讲两句，导演讲两句。我不敢讲，别让我讲。你有吃饭吧？咱得在一起待俩月呢，真的。哦，我希望我做不好的话，大家多多包容。我想大家都好好学习。我跟你说啊，导演你有权利行使，你我觉得你不行，你就靠边站，你就去后面给我，对，打灯光去。对，嗯，行。你勇一点。因为后面大家都有当导演的权利。是是是，没事，大家当导演的时候我就放心了。没法。行，咱那最后咱就祝咱这戏旗开得胜。旗开得胜，咱们这叫养鸡场的故事。养鸡场的故事，好不好？啊。导演，我们能开动了不？开饭，吃吃吃吃吃，哦，吃。老爷，我看见这个了。怎么样，刘爷？有点沈阳的味道吗？是，都老家味儿。那也不错，嘿。嗯，还行。我先尝一口这个蛋。你玩个蛋黄，带点野酱。行了，嗯，这酱我头一回用这海鲜酱，我不知道行不行，没这么吃过。我觉得咱们调整调整心态，谁说这个戏一定得拍好？我觉得头一波失败了也可以啊。就没有什么不行，我觉得挣不着就挣不着了，人家不给就不给了。你并不是说每个戏人家都说你好，你一定要好，因为两天时间，这么多机器放着你这儿，对着你就自然大家可能就要好，就是不放松。我觉得呀，嗯，我觉得戏好戏赖咱先放在一边，因为那是有一个生产周期的，这我同意。对对，但是有一点，这是咱头炮。第一炮必须得硬，得打响。对，因为咱现在一是时间紧，二是咱没有什么经费，咱得是没钱做戏剧。你说这事儿，我觉得就是演员本身。因为咱是长期从事这个行业的，嗯，表演这东西应该上台就有。对，在表演方面，在戏剧方面，咱不能输，这是我的观点。对，都亮亮活呗，就是大家都。我感觉我没啥活量，我没有任何活。我压力大就大在这儿。我说我一直怕找不着范儿。我说戏剧范儿到底是啥样的？我不能上去。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大家过年好，不能这样的呀。我是，我想死了。我是只鸡，我不想下蛋，我是不行。对呀，也行。上来就给我安排小兰这么一个这么重量一个角色，我就压力很大。小兰，小兰，直接改名小兰。小兰吧。哎，反正压力真的是有点。那我有一个这种感觉啊，比如说我们用点藕纸片儿，纸壳儿上画的特涂鸦特简单那种，小丁拿个琴搁那儿弄，咱就忙活着就搁那儿比划，他做讲述。要是咱时间这么紧，会不会有点粗糙感啊？这废话，就两天，那我不把粗糙感放在这儿，我就败了呀。咱们应该一整出戏是一欧丁。然后到我那段的话，我就可以拿着那个琴来一个欧丁的舞步什么的。对，欧丁是啥呀？那是丹麦的一个剧团。哦，是有表演形式。对，世界上最有名的剧团之一。哦，就是你知道格罗托夫斯基迈向质朴戏剧，然后这个就是延续的，就是除了
布景除了什么就是只演员是最重要，演员最重要，对，质朴戏剧嘛，跟咱们现在处境一样。哦，格罗托夫斯基，二十世纪的剧场大师，与斯坦尼斯拉夫斯基、布莱希特、阿尔托同为影响当代剧场最深远的导演和理论家，是质朴戏剧的缔造者，最早实践沉浸式戏剧和环境戏剧的戏剧革新家。尤金诺·巴尔巴，他也叫尤金尼奥·巴尔巴，欧洲戏剧大师、导演、作家，1962年师从格罗托夫斯基从事戏剧创作。1964年创立欧丁剧团，其60余年的戏剧实践极大地推动了世界当代戏剧的发展。欧丁剧团，欧洲第一个戏剧小组，丹麦国宝级剧团，其作品在61个国家上演，形成了多元的跨文化戏剧风格，接纳各国表演文化的精髓，是可以写进世界戏剧史的戏剧团体。这样方便，这样快。那能决定吗？现在就这么定了。定了，定了，行行行，可以，可以。那咱就动手就完了吧，在小艺的指导下，咱们去订购点纸壳吧。我建议你不，你决定啊，这事儿。老油条还是老油条。你们知道吗？戏剧演员都是特别慢的生活，都非常慢的生活。就是创作需要一个每天喝下午茶呀，待着呀。你喝过下午茶吗？怎么喝？卤煮不算吗？那算茶点。茶点。弄点纸壳。您是想就是先都在派单上把人物都画几版，然后就在上纸上是吧？没有，我这个就可以了，我直接上纸我就可以切了。行，好，明白了。好，现在咱是用这个纸片去演呢，还是咱人去演呢？纸片和人其实是一体的，但是我们只要抓住那个动作，纸片就会动。我如果像比如说举着纸片啊，看到了一艘大船，宝贝儿，我告诉你，这是这么演，你看你一艘大船，这就是戏，就是你演，小鸡卡没了，看他没演，你能演，这你拿手啊。我现在考虑是，就是说这故事不能这么读。我们现在听我说啊，这个咱不是剧场，咱们最后是在一网络平台播出，它得有一进度条。你刚读3秒钟或者10秒钟的时候，他觉得没意思，他砰就给你拽到底了。你放心，这个事儿不会刺，这个事儿不会刺，但是可能达不到你预想那个效果。反正先这么做吧，反正现在是一点退路没有。只能这么做。就你扮这么一个戏剧人，这他就是叛逆啊，是没有办法。哎，我去，连色儿都上了。我要去大海，我要去看大海。哎，对不起，先生，你的这个小鸡和我的这个小鸡不是一个小鸡。我认为这个小鸡应该是。我要去看大海。你想想，你这形式有了吧？你可以怎么演都行吗？咕咕咕，比哥是不是有点信心了？我看，让我感受一下，让我感受一下，我这对吧，小宋，你有他，你全会了。我要去看大海，喝一杯吧，闻一闻成功的味道。来，我们这钱挣到了。玩吗？玩戏剧吗？哎，我觉得啊，我觉得现在觉得少形式，形式感，你说是吗？我觉得现在有点平。我觉得啊，咱们这纸片是形式没毛病，但是精彩的一定是表演，人家不看纸板，对吧？纸板是一个特简单的一事儿。一味这么下去，我有点担忧，加上咱表演业它也不够丰富，它就不抓人。我们还有一点就是，我们只能依靠自己本身，你懂我的意思吗？我当时可能没有灯光，你懂吗？他剧场里没有灯光。没事，你能 hold 住，能，反正我能。不一定，尽量。
就尽我最大能力，我 hold 不住那活该了，那我就这程度那就认了，那我就自个儿找原因去，再怎么着你我刘小叶小叶老师这节奏的事儿，他上了台肯定他是，所以说你看还得说一个事儿，就是说这表演的篇幅要大于读故事，当然当然，因为我们时间短，我没有长时间去消化这些参差不齐的东西，但是我们用它遮挡了以后，把我们有能量的那部分突然就扔出来，就是以这种形式的切换，这种形式切换你说在比如在表演里这种切换你得需要过程吧，人得信吧，你拿这个一切 这事儿没毛病啊，我同这个同意，所以我觉得这么说它就是成立的，你不自信你就拿板举着呗，行先这样吧，没我心里我觉着还挺好的。